要發展智慧城市，採用安全、環保和高效率的能源方案是非常重要。在專利的保護之下，香港有一間應用科技研究機構成功研發了一項創新的能源技術。透過專利授權，機構就將相關的技術轉移和商品化，更加推廣至內地市場，創造出更龐大、更廣闊的商機。在日常生活裡面，直流電被廣泛應用在低壓設備，好像電器、電子產品等等，而整體建築物的能源就來自交流電。如果應用場地可以直接使用直流電，會幫助降低變壓損耗，大大提升能源效率。由於現時並沒有可以應用在家居的直流電路器，有機構就提出了創新的解決方案。他們設計了一款高效電源轉換器和數字化直流電路器。我們的創新直流電技術，第一保護安全，因為我們有個 circuit breaker 的作用，第二就是入去建築物的時候已經是直流電，第三就是我們用了個物聯網的技術，就可以用人工智能去控制交流電轉去直流電的一個過程。有兩方面的專利，有這個保護裝置技術，還有有交流電去直流電的控制器。我們在機電工程署的建築物那裡已經是用了這個直流電起動的形式，那我們在未來在科學園裡面的停車場做到這個技術。這裡是有兩套一樣的輔助的，包括燈、風機以及 USB 的充電器，一套就是用直流驅動，而另外一套就是用交流驅動。有兩個裝置，一個就是那個交流轉直流電系統，而旁邊一個就是我們的直流電路保護器來的。咁從對比實驗顯示啦，直流電可以提供高嘅能源轉換效益嘅，換句話說即係慳電。咁熒幕顯示啦，用直流驅動嘅效果咧，可以慳到大約 15% 嘅能源嘅。咁喺實驗裏面咧，我哋見到啦，用咗我哋嘅直流電路保護器啦，嗰個火花咧係細咗好多嘅，因為嗰個直流保護器嘅反應時間咧，係比傳統嘅電路保護器咧快好多，所以電流好細嘅時候咧，佢已經作出保護。可以提升我們用電的安全。我們現在有差不多60個研發人員在大灣區，跟內地不同的單位、不同的科研都有合作，主要在我們叫做商品化的方面，利用清華大學四川研究院的技術，將它在一個落地的過程。科研是需要有知識產權的，第一個可以保護自己，第二個亦都希望全世界其他的科研機構會知道我們的專利在哪，如果他需要用的時候亦都可以跟我們合作。資訊交流對不同領域的市場發展都很重要，亞洲知識產權交易平台就為業界提供了一個網上交易平台和資料庫，建立世界性的聯繫。無論是知識產權擁有者、製造商，又或者是知識產權配套服務供應商，都可以在這個平台發掘到實用的相關資訊。我們拓展其實就是這個科研的成果項目，我們希望知識產權不是只是做一個項目就完了，即是我們的知識產權通常你有一個成果出來做了專利，再用這個專利呢去做下一步的專利，就是希望一個接住一個，令到個科研成果更加豐富。